妈，嗯，你今天就要回去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。想我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小月，你有什么话对我妈妈说没有？阿姨，就是你在那边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，然后想我们了，你就给我们打视频，然后我跟陈大哥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就过去看你，好不好？妈，我和小月有时间了就过去看你。浩浩，我马上要走了，我想跟你说，就说你跟小月两个好不容易在一起，你要好好珍惜这段感情，我会的。好好善待小月，好不好？好。小月，我呢就是希望你跟浩浩两个就是说要相亲相爱。就是说他浩浩有什么对你不好的地方，希望你多多包容他。我儿子呢，他就是有一点犟脾气，但是他人挺善良的。妈，我知道，别说了，待会儿再说，天都黑了，叔叔和弟弟还在等你，快过去了。我要多说几句，就是说，我希望你们在工作的同时呢，要保重你们的身体。阿真姨，的，你放心吧，我真的不想做。妈，我也舍不得你，但是叔叔和弟弟在等你，你过去，你快过去了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陈娜的。不想走。妈，弟弟和叔叔在等你，你快过去。小月，走，我们先走，走走。陈大哥，你刚才干嘛拉着我就跑呀？没事儿，你是不是特别舍不得阿姨？我当然舍不得啦。我妈妈在叫我吗？妈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我不想走，我想留下来陪你们两个。妈。我真的不想走，因为你爸爸走了这几年，没事儿嘛。我也没有陪在你身边，我就是感觉你委屈你了。辛苦你了，妈，没事儿，妈，没事儿了，妈。妈，你看嘛，以前你也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我就希望你能够幸幸福福的。妈，你一定要幸幸福福的，开开心心的。只要我儿子开心，我才会开心的。阿姨，你电话响。妈，没事了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你先接电话，妈妈。妈，是不是叔叔和弟弟给你打电话了呀？是。你先过去吧，别让他们等久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老是不让我留下来陪你们呢？妈，我又何尝不想你留下来陪我？我也想天天都和你在一起，但是妈妈，爸爸去世的那么早，你一个人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，在外面工作，没有时间陪我，可能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。他们都说，陈文浩，你没有爸爸，你妈妈也不要你了。以前我心里就觉得特别委屈。特别不理解你，但是我现在理解你了，妈妈。我希望你能够幸福，妈妈。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我不想让他像我一样，小时候没有妈妈的陪伴。所以妈妈，你回去嘛，没事的，我都那么大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妈妈。你回去嘛，妈妈，他们在等你，不要让他们等久了。去嘛，妈妈。妈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妈，我爱你。